kit bag and smile, smile, smile. Just think of all the happy times we'll have and smile. Yeah, that's the style. What's the use of worrying? It never was worthwhile. So pack up your troubles in your old kit bag and smile, smile, smile. 好吃啊！干杯干杯！隔一个月我们终于可以出校了，所以呢我今天打算去把我另一边的智齿给拔了。拔牙前打算先去吃顿好的，准备去吃这个建国328，这家店是我之前就收藏了的一家上海本帮菜馆。点了一个招牌葱油拌面，看着还不错的样子，上面的葱撒的挺多的，贼搞笑。我刚在这拍照的时候，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过来跟我说，就是让我赶紧拌了，就不要让它干了。我觉得这个面算我吃过的葱油拌面里比较好吃的了，但是它这个虾就有点咸。然后这个糯米红枣我真的强推，就是红枣里面夹了糯米，就是那种甜品。然后这个是那个双菇面筋堡，我感觉这个有一点点踩雷，它的味道有点淡。然后我就想了个好办法，因为葱油拌面有点咸嘛，我就直接把它这个双菇面筋堡直接弄到面里面来吃，这样它的味道就不咸不淡了。吃完了，嘿嘿，光盘行动。然后在便利店发现了这个三得利新品，添加了水仙，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无糖的原味三得利。来拔牙喽！等待叫好中。感觉这次拔牙比上次拔牙有经验了，我这次还去便利店买了个冰杯，准备冰敷一下，然后晚上再喝点什么。这医生麻药打的也太多了，我感觉过了两三个小时我还处于一个面瘫的状态。然后又买了一瓶这个香蕉牛奶待会儿喝。回来之后做了个核酸，因为不做我就进不去了。回来之后朋友来找我了，可搞笑了，他问我他吃什么，我说你吃什么还问我，然后我就说我只能吃冰淇淋，那你要不就从肯德基麦当劳汉堡王里面挑吧。然后我又说汉堡王的冰淇淋我没吃过，所以我们最后就来汉堡王了。我感觉这个冰淇淋真不错，这个叫什么脆皮坚果心地，真的很好吃，就是它里面的巧克力是硬的，而且还有点苦苦的，正好综合了冰淇淋的甜，但是我朋友他就不喜欢，因为他喜欢甜的。吃完汉堡王我们又来鲜芋仙了，我感觉我每次拔完牙都要来吃鲜芋仙。我上次拔牙好像吃的是那个番茄乌梅冰，今天点了一个双芋牛奶冰，我感觉那个黑芝麻的最好吃。好，现在是第二天了，今天美美化了个妆，因为有朋友要去海底捞过生日。然后这个肉松碱水棒是我昨天买的，但是昨天刚拔完牙不太敢吃，今天吃了，我感觉还是原味碱水节最好吃。你们看我的香水百合已经黄掉了，因为下午2点才能用那个海底捞的学生优惠嘛，所以我就先吃个巧克力吐司垫吧垫吧，这个也是前几天买的，还行吧，我感觉它看着有点像豆沙吐司，而且它的巧克力味也不是特别浓郁，我感觉我可能之后不会再买了。上次吃海底捞还是我过生日的时候，今天吃海底捞又是有人过生日，贼搞笑。今天我是和三个男生来吃的嘛，吃了3个小时好像是，直接从2点多吃到了5点多，贼搞笑。他们说之前吃海底捞牛肉只能吃8分熟，就是还没熟呢就得赶紧吃了，因为人太多了。然后今天也没人跟他们抢，反正他们全吃了，我也不吃肉，就吃得很悠闲。晚上回来的时候讹了我朋友一杯奶茶，因为之前和他打网球的时候他把球打到我肚子上了。点的学校外面新开的一家泰式冷饮店的玫瑰奶茶，
因为我又加冰了，而且还又选的少甜，所以感觉味道有点淡。这是我在罗森买的一个手枪腿汉堡，就是那种面包体，然后中间裹着那个鸡腿，感觉不是很好吃，里面的鸡腿肉有点老，然后外面的面包体也不是特别好吃，一般般吧，不推荐你们买。晚上突然泛红光的 Apple Watch 怪吓人的。又是新的一天，但是今天我没有出去，因为我们一周只有三次是自动审核的，然后我有学姐们出去了，她们给我带的，这个是乐乐茶的新品，里面有一整颗山楂，这个山楂是冻干的，我觉得还不错耶，这个新品真的很好喝，就酸酸甜甜的。你们看他送的贴纸，看我扎不扎你，太有意思了，立马贴上。晚上又和朋友约了打网球，因为下午没吃饭，所以中场的时候居然饿了，还好我有朋友在外面，让他给我带了个汉堡进来。今天又打了5个小时，天哪，我太强了。第二天又和小汪来吃烤鱼了，因为昨天有个朋友来吃了，所以我就特别想吃，所以今天就出来了。把蒜挑出来，香味少一半好吧。哇，感觉还挺香的，那个青椒。对，皮蛋雷茄子是香菜，那个很有名的。反正我很喜欢吃皮蛋，我不喜欢吃皮蛋。我发现我不吃的东西好多了，你太挑了，你好养。上次来吃这个烤鱼还是中秋节的时候，上次点的是那个荔枝香辣烤鱼，今天我们吃的是一个新口味，叫什么有滋有味。好，谢谢。把我的葡萄干给你。这个冰粉也是打卡送的，反正感觉比上次那个套餐里面的涛涛一菌多，还有杨梅一菌多要好喝。臭美中笔管了。嗯，不错，感觉比上次那个什么淘淘一菌多好喝多了。感觉像在吃烧烤一样，质量很不错。嗯。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还有人在打牌。是我啊，我听到我在阳台那儿，我就听到你就那个球场。阳台那还是在网球场？对，能听到我球场声音。声音这么大了吗？能打到快十一点，10:50，因为那个我就在想催你。昨天那个保安都没来催，本来都是等他就是催的时候我们再走，结果他昨天都一直不来催，搞得都没有时间关店了。是个这个，是个你说的泥巴。哇，它下面是玉米，我没想到，不知道是，你猜它是甜的还是咸口？好奇怪的味道，因为传统，有点奇怪。还好，是不是有点奇怪？连汁，它底下是。沙拉酱，然后上面那个反正有点料。小汪还点了2杯贵替版茶颜，点的外卖。其实那家店就在我们这层，我们本来应该自取的，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把那个奶油顶给打包了，现在还要我们自己 DIY。 没事，问题不大。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奶油比到店取的要少一点，都搞不满。在沙店必跟过贼搞笑，他带了一个橘子，说什么吃完烤鱼之后吃橘子解腻，结果吃完烤鱼也没吃，然后他就想不行，我不能白带出来，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给吃掉。又在罗森买了个没吃过口味的雪菜。多少钱？6块。6块？因为我跟小汪说他要是超过10块钱我就不买，结果他9.9块。它有3层，外面是一层巧克力，然后底下有一层蛋糕体。我喜欢芝士味，所以我还挺喜欢的，但是可能吃多了会有点腻。本来我们是打算晚上不吃饭了的，然后呢我一个朋友他说他要出来吃饭，让我们别回去了，因为他说他想吃仙喜半步癫，已经想吃好久了，所以呢我们就陪他来吃了。好吧，
其实我之前就吃过人民广场的那家仙奇满布店，这家店真的分量超级大，我们当时是两个人去吃的，然后本来是点了四个菜，然后一看旁边那分量，我天，立马把一个菜给退了。我们今天五个人点了五个菜，我感觉没有上次我吃好吃呢，觉得那个辣子鸡有点太咸了，土豆丝还有那个炒饭还不错，然后这个汤圆也还行吧，但是我们没有吃完，这个汤圆里面还是有黑芝麻馅的。你们看这米饭都这么大一碗。晚上呢我们又转场来喝酒了。小华，哎，你怎么上没有力啊？我没劲儿啊！预备！哈哈哈哈哈！炫耀一下朋友给我买的手表充电支架，天哪，太可爱了！逢人就炫耀，咱们就是说，我发现我真的是有毛病，本来昨天就想买这两件裙子的。它是同款不同色，然后呢在汪总的劝说下我昨天没有买，然后结果我心心念念了一天，准备今天把它给买了，结果呢今天一来一试感觉又没那么好看了。我本来今天出来印象城就是专门为了买这条裙子的，结果最后啥也没买，结果最后又来买乐乐茶新品了。今天买的是栗子麻薯鲜奶茶，还挺好喝的，里面有那种小颗小颗的栗子，但是我没喝到有麻薯。喝太快了，不到三分钟我就已经全喝完了。因为呢有个人他跟我说他心情不好，所以呢我就想着给他买一个幸福小蛋糕吧，也许吃了这个幸福小蛋糕他就能幸福一点。大下午的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了，又感觉不能只出来喝一杯乐乐茶吧，所以呢就还是随便吃了个东西，去了魔都三兄弟点了一个酸辣笋尖干拌面，不知道是我吃的太着急了还是什么，感觉没有上次的那个粉还是米线好吃，还点了一个藕盒，咬了一口才发现它这个藕盒中间居然是夹着肉的，于是我又把中间里面的肉给挑出来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祝大家看得开心，我们下期视频见。